大家好，我是吴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东城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义如。哦、oh, ，现在心情算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知道待会呢有很多朋友要跟我一起算是 party 一个晚上，就觉得很开心。这个地方我们去年来过，然后去年在这里的效果都非常好，所以希望今天可以再创高峰。其实今天在一个地方待两晚其实算蛮多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一天换一个城市，所以这两天其实有好好的在新加坡逗留一下，然后感受一下圣诞的气氛，因为真的是很漂亮。对，因为整个新加坡的街景就非常有那种过节日的气氛。那当然待会我们来这一次的表演呢，其实跟之前的演出的歌曲有点稍稍的不一样，也算是给新加坡朋友一个 surprise。因为之前常常 Christmas， 我之前还没进入这个圈子嘛，常常都会来新加坡过 Christmas， 然后去年也有在这边看到那个乌节路的那种灯，然后今年也有去，然后我还特别上网查看，哇，今年乌节路他们的那种设计是怎么样，然后昨天就有特别的去拍一些照片。开心就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唱情歌，因为他们也非常熟悉我们的歌曲，如果可以一起唱，之前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就全身起鸡皮疙瘩那样的感动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特别演唱的歌曲有就是调查说在新加坡哪几首歌最脍炙人口，所以我们就特地选那几首歌，希望等一下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合唱。用心用感情的电他，让他就是觉得这个晚上会成为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。Don't be afraid of eye contact。 我们会非常用心，但是也许对到的同时我们也会害羞。